Jeff 这刚刚被倒，为什么一直要倒？等一下，我把它放低一点，等一下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我放低一点。这两个太窄，太高了。 认不认识完美？嗯，我认识啊，我们部门的，就是我们公关的助理。你懂吗？他是他。哎，徐崇仁还在吗？不在了。他后来进才进去没多久被败掉了。也不是被败掉了，因为有他没他没有成长，就等于没有在价值。 负面的声量太多。我是做产品的，所以那个通路我还蛮熟。我是做产品，我之前在南桥水晶肥皂，然后现在我自己做液态，对，一体皂，手工皂把它做成液态。 都做，小公司什么都做。我在南桥是做行销的。所以你是在南桥的时候？对。他还在哦，这么多年他没有升官。 没有，我是打开一次，现在打很久，经验老道还是打开十遍？你好，没有，你不讲，来就来拍嘛，来就。来，快点接啊！我接了。
个你来了吧？那三个就在想办法，不是找我们去找办法，这个不是我们解决的。先加班了、啊。没有啊。是万字球拍的。对啊。有些是球拍可以借。大家不要塞在一起嘛！那为什么觉得我们都在塞车？